除了爱唱歌以外哦，也很爱跳舞，对不对？原本姑姑觉得我唱歌的时候都卡底下擦擦，都没叮没当。擦那种。然后他就想说，他要培养我的律动感，他就问我说，要不要去学跳舞？这样学了多久？大概有半年。有半年，哎，我们给他验收一下，验收看现在还有没有查查。你要跳的是什么舞 ？G Idol 的 Queen Cup， 哇，非常火红的一首歌。好，掌声给子萱。准备 ，Queen Cup， 哎呦，哇！很好看，很专业，而且呢，这个青春洋溢，对对对，哦，那个感觉给他跳了，我讲好狂。